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o。 你是否会有这样的困扰呢？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啊，或者是使用 3C 产品过度的长时间使用呢，那导致呢让眼睛感到疲劳。现代人的生活中充满了便利的 3C 产品，但同时呢也伴随着用眼过度的问题。那我自己呢是身作为一个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的职业，所以呢我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呢眼睛疲劳对于工作生活的影响。每天长时间的工作，眼睛总是会感到疲劳，有时候呢会甚至难以集中注意力，而这样的情况呢对我们的生活品质还有工作效率呢都会有所影响哦。除了工作以外呢，晚上回到家我们又常常会陷入滑手机还有追剧的循环，长时间呢盯在这个荧幕上面，眼睛疲劳变成了晚上另外一个困扰。会让我更加渴望，就是希望可以赶快解决舒缓我眼部不舒服的方法。今天我们要深入的介绍这一款让生活更舒适的 ZHT 健康美学新生活惊艳智能眼部按摩器。这一款呢也升级为碳纤维温感暖敷，而且最快10秒能够升温，就像是为你准备一条温暖的毛巾给你，为你带来一种家的温馨感。大面积气囊可加压包覆至太阳穴的位置哦，而且不会过度挤压造成肌肤压迫感，适度的加压还有收放之间，就会感觉像是模拟真人手感技法揉捏按摩眼周的部位哦。内建四种模式，分别为爱眼、护眼、睡眠、自动模式，一键就可以切换自己喜欢的情境还有模式来做搭配。背景音乐呢也可以自由关闭，分贝声音呢非常的小声，完全不打扰任何人哦。这一款呢可以折叠收纳，非常方便，不管是旅行啊、外出办公室、卧室还是客厅，随时想要按摩就可以随时拿出来，完全不受时间还有地区空间的限制。希望看到这一段影片的人可以让你们更了解惊艳智能眼部按摩器，希望大家的眼睛在忙碌的生活中也可以得到最好的呵护。如果你呢刚好也跟我一样有类似的生活情境，也可以考虑参考看看这一款真的是非常令人惊艳的眼部按摩器。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尤其是晚上，真的在床上是会按摩到舒服，完全睡着。那如果有任何的最新资讯，我会放在影片下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和我们一起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哦。